知难而退啊，别到时候输得太难看。嗯，今天这门我还进定了啊，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在南红奏面前的头能低到什么程度。别在老丈人面前失了身份，别在你女人面前失了气度。今天这日子真的不……今天啊，哈哈，我的生日你记不住啊，别人爸爸的生日你记得门清啊啊！今天是……我告诉你，我就看看今天我要不在，你们这饭能不能吃痛苦？嗯，你到底是同谋还是卧底？哎呀，好杰欢迎你，好杰已经收到了你的爱心思念。关机也不能阻止我们之间的连接，当你打开手机的那一刻，我就不在。嘿，这造型挺不错的。哎，看来你跟他的关系挺不错的。我接近欧阳琪呢，是没有附加条件的。怎么这样说呢？你接近南桥，是为了报复常剑雄？不是不是，南桥，我相信他当初做无人机的时候呢，不是为了盗取我的什么。就算没有以前的我，也有现在的他，你明白我说什么？安姐回来了，我知道，我找过你了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你把这东西带回家显摆，你是吃饭呢，还是向我示威呢？你呀，好话就不会好好说，啊？成功了又怎么样？只不过撒撒农药，测测地图的玩具。科技研发哪那么容易啊？无人机的应用前景特别广阔，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安全性，完全可以替代飞行员，甚至……别咳嗽，我没有生气。甚至什么？甚至可以研制出载人的无人机。痴人说梦，都载人了，这还叫什么无人机啊？谁敢坐你的飞机，当你的小白鼠试验品呢？我就是第一个乘客。你哥哥已经出事了，你还想让南家出事？小乔，所有的创新和壮举都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，所以通常说到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这些东西呢，就是代表着这个项目基本上差不多快要黄了。趁现在调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国内，原地解散吧。十月，这个呢，就是现在我们极客飞行的估值，趁现在还是高价，赶快把公司卖掉。哎，成哥，那个天台没人，他们俩这次去的是郊外，实地试飞。雷电预报出去试飞。简直胡闹！返航，返航，返航，返航！没反应。失去信号了。你先收拾东西上车吧，我去把无人机找回来。乌云正在往这个方向走，我们再不走，就要被困在这个山丘里。你知道无人机没能自动返航意味着什么吗？所以啊，地雷的数据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也知道天气恶劣，现在这个地形的复杂，没有信号，出现调性也是很正常。我们回去再试飞一下，做试验，肯定会找到答案。那个黑匣子里的数据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